今天呢，给大家拍一个踩缝纫机的镜头啊。那是80年代的时候，家家做衣服都得是用缝纫机，看看这个镜头怎么拍啊。首先呢，以柱子为背景啊，一二三，开始慢慢移动。好，然后第二个镜头，用手把这个放下啊。你放过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来来啊，你速度点啊。完了。那，就这把饮料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再换一扳轮啊，一二三，开始。然后咱们顾脚下啊，怎么？好，接着咱们换一个全景啊。你登上就行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好，拍摄完毕啊，咱们剪辑组来看效果。无人陪我度星辰，无人同我度余生。